感冒的就是身上容易爆啊。真的，真的好容易爆啊！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爆野病生的态，皮带啊？我会去为什么帮会有女野生的生的皮皮带？带，皮蛋，皮女生的蛋，皮蛋，女生的皮蛋，女生的皮蛋，我操，女女生的皮蛋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而且你怎么说她是女等一生下，的？哈基，你是不是在搜寻？没有啦，我是说你们啊，我没有搜寻都。野生的皮带，啊，哎，我在地上捡到的。为什么这怪物量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啊？晚上，你我是看一下难简度单啊，模式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好来啊，困难啊，直接调困难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因为我看外面怪好少哦。我也觉得怪很少哎、欸，我那天就真的是无缘故死了。我超等下爽我一调上去，我们就，的，就没办法直接活回不去。结果1.12跑出夜魅，哇拜托我有阴影的，拜托。直接被夜魅撞死。我还打着夜魅。耶！然后就死了。有人研究心理16会个，习惯出选择九，时，习惯出选择时，把答案放在二或三。哦，对啊，九，十，心理学，心理，就是不会让你在第一个，也不会让你在，就是中间。可是我们老师叫我那时候讲说猜 D A B C D 的 D，因为很多有时候会遇到题目是说什么以上皆非，以上皆，以上皆非，以上皆是之类的。不可以烧，可以做铁稿了。有没有遇过一个老师出题自己出题目是以上皆是，但是他是放在 C。刚刚漏看了，比较少吧。他放在 C，然后以上皆是，然后那个答案是 D，A B C D 的 D。我是有遇过以上皆是、以上皆非、C 跟 D 这样，就一个是以上皆是，一个是以上皆非。C 是以上皆是，D 是以上皆非吗？对啊。我也有哎、欸。哎呦，这钻石赞哦！刺激我，要不要帮你做个稿子啊？你要不送我稀钻罕，石吗？不稀可以罕，啊。但我要。不稀罕，但我好哦。你是不是傲娇？我不是，你我才才傲没娇，有。对呀、啊，你才我傲才娇，没有，我才没有傲娇。你傲娇，你全家都傲娇。那就是那个女生的说，我才没有生气，我这。你怎么你了？气到你怎你气么？到断麦、你气欸，气 到断麦、傲娇到断麦、欸，哇啊！不要！在不这，要！你有要啊？你要你要你要啊！啊！你要你家吗？我就在说，哪里？直走啊！你要干嘛？帮你灌浆啊！哦，帮你灌浆，我的你想浆，把它做灌什么？浆，把它灌浆。好啊。你等下帮我从灌浆的左边拿那个铁，帮我做铁桶。好，我看小地图这边有浆啊。讲讲讲讲，哦，后面是雪地哦，我现在看到。哎，我这里有个大祭坛呢，新城的大祭坛。没关系，我这边也有。啊，错，加载不是了，是个。美食矿，煤矿石。不是，我不是。你是说哪里什么东西不是哈？我的大熔炉有个一个的小箱子，应该有铁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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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我的
平台那边，木平台那边有个第二下面那一层。木平台，不是木平台啊，木头的工作台那些。嘿，是是是 是, 是，那边有个第二下面那一个箱子。好，看到了，然后铁放一座。嗯，好。满了，我这满了，烧不出来了。来，等一下，你看一下后面啊。我可以走了吗？不行，奥的桶嘞。我给你了啊。做一个药，哦好。这血量多少？感觉好。神怪砖，反物质相似是啥？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听起来好反物质哦，好好反物质哦。听起来有点猛啊，反物质僵尸。完了！怎么了？他被我吓到了。你为什么要吓他？没有，我只是一起冲进去而已啊。旁边很多矿，旁边很多矿，有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有玄钢靴子哎、欸，这是啥？哦，哦，哎、欸，哦，你有吓趴哦，超吓趴哎，怎么吓趴？这样子开到的，停，蠕虫。蠕虫更多，将它放在安全站内，以增加入侵成功的几率。哎、欸，魔豆，收获时随机收获，得到掉落垃圾或宝藏。没有，哎、欸，这可以种在我家吗？为什么？你说你家比较适合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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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杰克魔豆垃圾？好啊，给你啊，给你啊，给你啊，杰克魔豆，给你啊，给你啊。那你收成的时候叫我。好，我走了。嗯。西瓜种子哎、欸。哇！我帮你烧掉它。我帮你烧掉它。刚刚杰克你说什么？没事。没事。你为什么不敢说了？怎么了？没有。哦，是你听到什么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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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嗯，虽然我觉得用 home 这样回有点作弊啊，可是身上好闷。可以啊，人家伺服器都有这种 home， 假装我们这里假装有吗？对啊对啊，你就用一下吧。好吧，除非这祭那个传送祭坛都出来了，就再不要有。嗯。那就当不要出来好了。你是不是想讲这句话很久？差两颗中介珍珠很难找。背包要怎么做？要一些皮革啊。你只能用一次贝壳。哇，我不能贝壳回去哦。你只能贝壳死亡的地点哦，他说只能贝壳一次，贝壳一次，装梨，好可爱哦，我长得有点大、啊，这什么？又，将我的工具又升级了，噔噔噔噔噔。又多了一次的插槽可以用了。那、欸、你种下去是什么样子啊？我等一下过去看。我还没种。你、哦，你狼，你这不是鬼？好了，你这狼直接就鬼魂嘞、欸。好，我来种。种这里好了。可以种吗？我总感觉不能放。哎、欸，有观众知道魔豆要怎么种吗？对啊，他怎么种？头上啊，头上。哦、我看能不能 HAT 哦 ，AT 不行。嗯，挖一下，有历史哦。什
应该先弄好再第二层。啊，我锤子要断了。嗨，江山安。你为啥要锤子啊？啊？锤子可以挖三乘三的范围啊。挖什么？哦、挖洞啊。就是我想要的大锤子啊，它可以一次挖三乘三、三乘三这样。是稿子挖矿比较快、哦，还是稿？它是进阶强化版的稿子。啊，进阶版的。跳上去，跳上去。冶炼炉排一口就是那个倒出来的那个用的吧？对，对，嗯，它一定要放在第二层高吧？不能最底层。也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在最底层吗？我没试过哎。最底层出来不就那个口再出来那？对啊，你就底下会很低啊。对啊，你的那个出水孔就很低啊。哎呀，那就看你的出水孔放哪边啊。挖种子啊，不要了啦。对。这样一开始的话，大锤子要怎么配会比较好啊？耐久才会高、啊。你一开始就用先用铁的啊，之后等到你有好的工具、好的材料再升上去就好啦。可是铁的不就一定要从冶炼炉里面出来吗？你来我家烧啦！喝啦！也，你烧还烧什么？因为我是把那个台子做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会飞？哦。哦，你为什么会飞？不是啦，我是可以飘啦，不是飞啊，拍谁啊？哦，你为什么会飞？我有鞋子啊。哦，你为什么会飞？我会飞。那就空白键按两下就飞起来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、啊。我也是不知道咯，我也是。我好像知道什么了。还是用木头啊，带很多磨刀石就行了。磨刀石，这个也可以用磨刀石哦。哦，好魔物哦！天哪，哦，哦，你是说相对应的磨刀石哦？哦，哎呀，我的炉子的液体满了，糟了！哎呀，刺激我们啊！还是耐久、哦，我可以帮你去领。领什么？我可以带我的那个放砖的东西，帮你把它领出来。好，真的。拿这招捶胸口两下。真好。捶胸口两下。捶胸口两下。捶胸口。还行啊，204耐久。好。木头配石头。好。放地板也可以，你超帅啊！什么东西放地板也可以？哦，没有，那但是牵在地板上，但是不行。没事没事，观众是说从高地板高一点都可以。哦，可是在地板上哎、欸，那个桌子放地板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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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That's a good， 那什么贵？不是贵。红灯啊，直播红灯啊！哇，这边蜜蜂怎么那么多？这边正常哎、欸。我这边直播红灯啦、啊。所以有磨刀石哦，有，就是，嗯，你的那个模具的第一个，刚刚也是观众跟我讲，嗯，磨粉机，是模具第一个，做模具、啊，就好像铁针的那个吗？一个拿包子吧，等一下、啊，左上第一个啊，嗯。的石磨刀，啊，我知道了，石磨刀，石磨刀，石磨刀，我只靠修补强化。哎、欸，请在模具加工台，模具加工台，嘿是，哎、欸，左上第一个，哦，好，嗯。嗯，好吧，如果要用贝壳的话，直接出。哎、欸，不错哦。什么东西？用贝壳，用点数哦。用点数换吗？点数系统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可是也要弄啊。哎、欸，谁、欸、把泥土丢进去了？我的。
没有烧泥土了。你为什么要烧泥土？你为什么要烧泥土？他自己要去的。赛特石英拿去做剑也太失职了吧！啊，刚就有人跟我讲说石英拿去什么水晶拿去做剑啊，我不知道是水晶是什么、啊不。不是那个水晶不能啊！你做了吗？做了、啊，来不及了。哦，好吧，那干嘛的？那是什么？那个是自动化的